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，这掌声多热烈！哎，来到这个舞台非常的高兴。对了，借此机会呢，鹏飞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您问啊，你说咱们这个年龄平时都喜欢干点什么？这个问题有点难度。有吗？因为我还没有到您那个年龄，不是，我年方33，您都43了。您这话说的，我都替这年方这词儿不好意思。您还年方33，差不多嘛，不是？哎，真差不少，10岁啊！您上初中，我刚出生。我说我喜欢喝奶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信了，本来就是，你就说喜欢喝酒不就完了吗？咱这个节目就叫喝酒喝酒，你哪儿那么多没用的呢？那是您喜欢喝酒啊，是不是？你不喜欢喝，但是我得劝劝你。劝我什么呀？你不能老喝，您这喝酒太频繁啊、哦、你喝多对身体也不好，你看你这两年都胖了、啊、我胖了吗？胖了啊，最少胖了7两。我胖的还真具体，你不知道的。喝酒有好处，喝酒有好处，能看出人生百态。再说你刚才说喝那多的，我们不劝酒，他们都干，我就喝半杯。您这人性也忒次了吧？什么叫人性次啊？你看他们那样更有意思。什么样？真的，三五好友在一起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、啊哎、谈笑风生啊。哎呀，听着就那么喜欢。那当然了、啊、我跟你说，这喝酒多了呀，怎么了？尤其喝多了有高兴以后有一小特点。什么特点？简单的说，说话重复。哦，就一句话老说、哎、对。哎，真的有来回说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喝完多了以后，咱不是说喝多了，啊、这就上劲儿了，是怎么着？兄弟，你过来，兄弟，你哎、啊，你就是说，你说，咱不是说喝多，喝酒，咱就这么说。真的，你拿我当哥哥吗？你只拿我当哥哥。说实话，就哎，兄弟啊，就你说，就是一句话，你拿我当哥哥吗？哥哥，你只拿我当哥哥，兄弟，就你一句话，就是办，说什么都办，就办。咱抢银行去，办，抢银行也办。子、哎、你让我当那哥，兄弟，我得多问你两句。哎呀，这喝多少酒这是？哎，抢过吗？我要抢过，够呛能给你捧哏现在。这倒是实话，没抢过。那是没抢过呀，这个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子、啊、要去的时候，咱们首先得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。这么严谨的？那当然了，咱呀，我建议啊，开车去。开车去，你别打车，你倒是叫一个，这也来不及，咱抢完了他没来呢，灯给咱逮着了不合适。玩什么废话嘛、哎、咱开车去，你听哥哥说啊，开车去回头啊，怎么着，咱停到这个银行门口啊，停人停车位里头。这么守规矩？那倒多心，咱抢银行这事归刑警管，别麻烦交警再来一趟。您倒是喝过没喝过、哎、完了以后进去，你没抢过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抢。知道进银行第一件事干嘛吗？怎么着？拿号，多心。但是你加三显得咱道德有问题。我的妈，你也忒讲究了，你现在抢银行你先拿号去，这错不了这个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呢、啊、能干的违法乱纪的事吗？那肯定是不行。哎，就是不行。对了，还有弟弟，怎么了？咱说归说，斗归斗啊，你哥这怎么了？这是要哭啊？是怎么着？这是你结婚了吗？你结婚没？我是该结还是不该结呀？不，你跟你哥说你结婚没？我还没结婚呢，真是没结婚。对呀，慎重。怎么了？真的慎重，这是受过伤的是怎么着？你听哥哥一句，真的、啊、有句话你听过吗？哪句话、啊、就是说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面的人想进来。你这句话就是婚姻的真实写照。他听过这句话对不对？你没结婚你不知道，我是体会不到，是不是？刚结婚那会儿都好着呢啊，结完婚不是那么回事。怎么了？年轻女孩作，然后作，这得多作呀，咬着槽牙说呀，这是。他跟你要东西，结婚前你给他买一袜子，他还给你买一裤衩，后来不成了，他就单独跟你要东西。不是，两口子要点东西那不正常吗？要那东西正常，要那东西不正常，要东西正常。他要什么了呀？要什么？你说20多岁女孩啊，你吃什么燕窝？哎呦，那不是营养品，这营养那玩意不管用不说，那贵着呢。别瞎扣这帽子、啊、要的东西咱至于吗？说这话，这说这我真行，按你说这个年轻人咱理解、啊、要燕窝咱买，买不就完了？要完这还要，还要灵芝。哦，也是营养品。灵糖啊，刚结婚弄一灵糖啊，那到时候四五斤
到时候你们俩躺一块儿也显得团结。这是团结的事儿吗？你说有要灵堂的吗？关键最后一个要灵添家具，你说是人话吗？灵添家具，你说我是给他添点家具，我是不给他添点家具？不是他就是这个最开始的要的什么？我记性。燕窝还要的什么？灵芝啊，灵芝，灵堂，还有灵添家具，说多少遍？人家要的就是燕窝，啊，零脂肪，零糖分，零添加剂，你怎么弄一灵堂出来呀？哦，灵堂可不灵添加剧吗？添点家具也行，你弄点纸，到时候烧的时候也方便。还拿哥开玩笑。废话，你早告诉我这不，你没听明白。年轻人说这咱不知道，是、啊、不能找那太小的，这都是误会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不算什么，还不算什么的。那当然不算什么了。啊、后来就老吵架，老见天吵。这因为什么吵架呀、啊？为什么？说出来你别不信，你别笑话你哥，你笑话你哥不笑话？我敢吗？你别笑话你哥。就您这气儿，我不敢笑话您，您就说就得了啊。吵架。吵架是因为什么呀？接个孩子都吵架，这接孩子有什么可吵架？就是啊，不就接错了吗？接错了，这孩子你能接错了？没结婚没经验，你没接过孩子吧？放学呼噜呼噜呼噜出来一大堆，个头差不多，戴小帽子，你认不清啊？那也不能接错了。是，我也说不能接错，咱换回来不完了吗？你早该换回来，换回来就完了。至于老跟我吵吗？这咱下定决心，你哥哥我、啊、喝点酒，这不锻炼身体。白天跑锻炼身体，干嘛锻炼身体啊？咱要一二胎，哎，这可以，我得要一自己的，不是你的，多新鲜！我能接错了吗？哎，我有点同情你了，哥。本来就是说这玩意儿难受，你太难了，心里不是滋。有时候我不愿不喝酒，说不出来这个，你知道，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，有点那个过去啊，尤其这个就回忆杀是吧？是这意思、啊？你们现在词儿真新啊。喝完有时候老想打个电话啊，对，有这种人，他喝多了之后啊，就想把电话打给那个他，是吧？行了，能打打呀，合适，倾诉这很正常，打那有什么的，没人笑话你，大大方方打是不是？能接吗？那就先打吧，打呀，大大方方。舅老爷，舅老爷，你是喝多了给舅老爷打电话？不是，我舅老爷给我带大的，我给他打一电话也正常。听着就这么别扭，知道吗？那他给我抚养长大了，我想他呀。哥哥，你听我的吧，太难受，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，啊、是不是？我劝劝你，林姐，行不行？我劝劝你，爱让人劝我，你劝我，啊、你劝我啊！我真的难受，只要你不难受，我怎么都行。兄弟，我不难受，你怎么都行。谁让我是你兄弟的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哎。真的吗？你这样、啊，你把这顿酒钱给结了得了。就这个呀。好。